大家好，我是王心怡，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就是 TVBS 国际 Plus App 全新改版上线喽！不仅操作更便利，分类更清晰，还有每日国际新闻头条推播、Live 新闻直播、政论节目同步看等超多新功能，让您不再错过任何国际消息。国际局势快速发展，国际上的大小事密切影响着全球政治局势、邦交关系，甚至也影响着我们的生活。国际 Plus App 透过即时文字外电拍摄的现场第一手画面，让您一网打尽国际重大新闻议题、海内外时事、各国大选及深度报道等等。想要更深入了解各地区新闻，掌握全球脉动，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，每天一个主题，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带您谈全球、聊世界。现在就赶快打开 Play 商店或是 App Store 搜寻 TVBS 国际 Plus 下载吧。无论你在哪里 ，TVBS 国际 Plus 都要与你一起站在全球角度看世界。